这整个事件从那一天晚上，我太太边哭，她说：“求求我哈，因为向阳恐吓我太太说哈，我如果不寄回去，我会被抓去关。因为结婚了嘛哈，工作安定就好。尤其我太太又怀第二个小孩嘛。”我当时跟向阳是有争吵，至于争吵什么，已经忘记了啦。但是最后还是因为我太太在旁边嘛，因为我回来我太太在哭，那时候她有身孕，所以我比较不谅解，就是说哈，她应该直接找我，没有就算了，对不对？如果说哈比较那个，她如果不是很急的话，像我的行事风格，就是说啊找不到你本人，我不会去打扰到其他的人，因为这种事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嘛，或者说阳光小吉跟我之间的事。阳光小吉填干以后哈，我找向阳，向阳他跟我讲说他是发行人哈，代表阳光小吉，他有权收回和修改部分文字啊哈。《诗刊》第164页第二段的末行，发行人过目，叫我用黑笔涂掉。其实发行人过目这个他要涂掉，可能就是因为上面的这一段话哈，阳光短打里面哈苦灵处理的哈。讲的另一面，最近又有好几个文学奖颁布，例如国家文艺奖、中兴文艺奖章，还有文学的文艺奖。有的固然是实至名归，有的是靠着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有利团体的推荐啦，哈。那这个说实在哈，这一段哈，我跟莫尚成把转交的时候是没有看到的。那这个后来苦灵在文讯的那个访谈里面，他跟向阳都各有说出哈这一段他们当时的实情啊。停刊以后，事情还没结束，好，我就被加工区的，在加工区叫做从业人员服务处，我就约谈了。我当时跟掌门诗社的古仁豪也在同一个诗社，在公司看党外杂志哈，结果被专员室哈报给董事长、总经理就开除了。那我也是担心这个事情，我就比较抗胜这一点，就是说哈办正式诗座谈会哈可能比较困难，所以有啊，但是向阳说他很支持，因为他当时好像在《智利晚报》，那就在我家办了。因为我不敢借其他地方，可能也借不到。没有想到说哈，依照后来啦哈，后来某一个国民党的那个总干事哈，就是生产事业党部的总干事他。他下来然后找我，我当时才恍然大悟说哈，其实座谈会里面柯其化跟叶石涛叶老他们还是228的受刑人，所以长期是被监控的，是从那个国民党那个总干事哈口中讲出来的。我当时才恍然大悟，为什么哈，我当时以为说我们的录音带去吴锦花家重新再 repeat 给那个
黄树根啊，就这些参与的人听的时候哈，因为当时有一个外人，我以为是他去报的。那最后我回想起来，应该不是，应该就是县民去报的，因为照那个总干事跟我讲说，有县民通报他。柯其化跟叶石涛进去，他不知道是哪一户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啊。后来才知道说哈啊，原来就是阳光小集的政治师座谈会，他们才开始注意。那他们也不希望说这个出来。其实当时向阳说要办那个政治师专辑哦，我是很反对啦。然后向阳给我说无代志啦，啊无代志，家己搁变有代志，啊所以我感觉讲我是受害者。但是讲实在嘛是戆胆戆胆，所以我都有讲过，我嘛，阮太太迄阵阮结婚了，我嘛甲讲吼，伊有当时啊嘛有这个心理准备嘛，迄阵戒严嘛，无代无志，迄阵有些是莫须有的，因为。我的大姑啊，他的二哥哈、也是有讲过嘛，因为他的二哥，我大姑啊是宪兵的嘛，宪兵尾啊拢是变宪民嘛，伊就捌甲讲这个代志嘛，所以我迄阵也感觉讲，这款代志吼，唔是有时候是有理说不清的啦，你若较衰运吼，就被陷害了。如果是政治师座谈会，会引起让阳光小集查禁。我是觉得，以他当时在智利晚报吧，机会不是没有，但是不是全然可能。我感觉还是阳光小集短打苦灵那些话，因为苦灵最后在文讯，他也是这样，是。可能私人婚宴也是一半一半吧。阳光小集当然有关系在那个婚礼，但是当时那个总干事说他们也不希望出来啊。到底是文工会或者是国民党的文工会跟向阳之间有什么交易？用交易好了啦，他们怎么去换条件，我是不晓得。整个事件我只是感觉我只是受害者啊，要我编又要编了一期，又没有出来，又要回收。我到现在比较不解的就是说，他收回去的这些杂志啊，去了哪里？那一个同仁诗刊是大家的诗刊啊。他收去以后也没有到现在也没有对同仁做一个交代。自己查见自己的诗刊，当时还是戒严时期，其他的同仁可能也没有吭声吧。如果像现在的氛围是不一样嘛。我拢到这个年岁啊，吼啊，有的当时的同仁已经拢无伫个啊，吼，他要把这个公案
带进去棺材里面嘛，我是觉得比较奇怪的啦。但是只有解铃还是系铃人，还是只有他能够讲清楚了。